朋友们，莫人说今天跟大家见面，我们今天就专门讲一集，就讲讲宣纸。宣纸啊，奇妙无穷，所以用把宣纸用得好，能对你的书法作品和绘画作品能够提高很多的色彩。那么我们平常练字的时候用什么纸最好呢？宣纸很贵是吧，现在越来越贵了。那么我们开始练的时候呢，刚才我讲了，用毛边纸啊、原书纸还便宜，还可以，它达到的这个笔运笔的色度是一样的，和宣纸，所以可以用。还有一个，我提供给大家用报纸写字。现在我报纸很多啊，各种报纸很多，看完了之后呢，就顺手把它扔掉，不要扔掉它，把报纸铺开，然后呢，用小喷壶。喷花的小喷壶，用细的那种细雾状把这纸啊喷湿了，喷湿了一张之后，喷潮了，不是湿了，把它码起来，摞起来，一张张摞起来，摞起来之后呢，让它潮干，然后用的时候拿出一张写字。这样的话把那个报纸印刷的那个油墨气给去掉，留下来的呢，写字的色度啊，行笔的色度，和迟缓度应该说和宣纸差不多，因为它都是新闻纸。我记得我那时候年轻的时候，也是真是经济上很拮据，没有什么钱，我经常用这种办法去练字。有一次机会特别好，就是吉林省专门给人民日报啊，给这些大光明日报大报做报的那个造纸厂，一个朋友来给我带了一卷一卷的那个，就是他们刷下来的那种新闻纸。哎呀，写字的时候，我当初用它练习的时候，效果跟宣纸差不多多少，吃墨也不错，吸墨的效果也很好，行笔的这个迟缓度也很好。这个对我，其实你们也可以这样，就是不用太强求。当你写到一定水平的时候，你写的字，发给我一看，我一看，哎，这字不错了，你可以上宣纸了，你就买张宣纸，你就试一试，写完了之后再发给我看一看，我觉得好，哎，好，就开始搞点书法创作。这样的话呢，你就会在宣纸上写字有一个很大的提高。练习派和创作派是两个概念。练习派是在那些普通的毛边纸啊、原书纸啊、报纸上练，但是真正要搞书法作品还要在宣纸上。所以希望朋友们写出特别漂亮的字，画出美丽的画，都在宣纸上表现出来。其实呢，介绍这么多的纸，还有它纸的来历啊，这个历史上的一些故事啊，不外乎呢，就是让大家在选择上的时候呢，去有个借鉴。你们到去专卖宣纸的店里去看的时候，你好知道我是买生宣呢，还是买熟宣呀？刚才还忘了跟大家说一个这个宣纸的这个性能，基本上是两种，一种是生宣，一种是熟宣。生宣是什么呢？就是发墨特别好，吸水性很强的那种，能表现出浓淡墨的啦，这样的这种宣纸叫生宣。熟宣呢，就是它不阴。你像画工笔画，画那个孔雀的羽毛，画头发丝啊，那种工笔画，写工笔的抄经的小楷，用这个熟宣纸最好。那么宣纸里头也分很多，有像一般的我们讲叫四尺宣纸。什么叫四尺宣纸？就是这个宽度，这个高度，假设这个高度是两尺，就咱们四尺啊，两尺，长度呢是四尺，就是二尺乘四尺，这样的纸呢叫四尺整纸，还有六尺整纸的，八尺整纸的，还有丈二批，还有丈六批，很大的宣纸。因为我去造纸厂，我看过，一边八个人呢，
那个抄纸的那个竹帘子，一边八个人，抄一张纸，丈六匹，那个纸池子也超大，然后几个工人在那把纸浆搅匀了之后，然后那十六个人一块把竹帘子下去，然后抄纸，很壮观。所以那个纸呢很大，没有接头的纸，是我们现在能做到我看到最大的有丈六的纸，还有听说有丈八的纸，那么就是从小一点的纸是吧，四尺整纸，我们这纸呢还可以裁，裁成四尺整纸，中间一刀叫四尺斗方，也可以裁成横条，叫四尺对开的横条，一乘四，这些裁纸的方法呢，随着自己在实践当中呢去摸索就行了。还有四尺三裁、六尺三裁、八尺三裁的纸都可以裁成各种各样的。那么这个宣纸买回，像我们买宣纸一买很多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把它老纸比新纸，就是它熟了。什么叫熟了呢？放的年的很久，放的很久。说为什么它能放钱？这是你得保护好。第一，不能受潮；第二，不能遭虫子虫咬。虫咬成洞了，这纸不就废了吗？一犯了潮之后，那哎呀，我曾经有个地方存着我的宣纸，等着我要用它的时候，我一看全潮了。就不能用了那个纸，所以保存宣纸的时候一定要它通风的地方，不要暴晒，晒了之后这纸容易变脆，硬了脆了，写起来之后呢字没有圆润感了，所以这个一定不要晒，在阴凉的地方。第二要防潮，防潮的办法是什么呢？就是在外边不要套塑料布，套成很裹了几层塑料不好，它吸附进去的水分反而出不出来，就更坏了。所以一定要拿废旧的宣纸裹好你的好的宣纸，搁在地方，最好放的稍微高一点，离地面高一点的地方，它不潮，这是最好的。所以好的宣纸呢能存很多年，就是看你保存的效果怎么样，是吧？还有一个就是它宣纸容易老化，老化是因为什么？除了受潮之外，就是阳光的照射，所以一定要注意搁在阴凉的地方，保存好自己的宣纸。宣纸呢，今天唠唠叨叨跟大家说了那么多，实际上就是介绍给大家，将来你去纸店去买纸的时候呢，有个选择，根据你写字啊还是画画啊需要什么样的纸，你去选择一下，也算给你提供个参考吧。